我要吃东西。但我现在没办法，现在没办法塞。想把门先生这样子，大家可以解释一下，心理学是在解释是心理有病吗？想被注意吧？真的吗？我现在很饱，跟主管想一起吃东西。可是我觉得这很泄。啊？这不是正常吗？主管就想一起吃东西。大家引起注意是大家看他是只要看他去买硬毛还是要看人家笑他？好，先让他先笑。不是。奇怪啊，就不懂了。我觉得他如果是那种很大的车子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对，太遥远了。你觉得其他的 H 跟 D， 你不能定吧 ？H D， 高画质哦，高画质。大概可以办一下。